山上数学教学第三单元，我们要来看角还有圆。我们看我们主要的解题的内容有下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认识角哈，角度。那我们第一个来看下面的钟，时钟有没有？时钟、时针还有分针都会形成一个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看度数。就角，这是不是有形成一个角？来看一下哈，是不是有一个角度在这里？这边也是有一个角度，有没有？在这里，它这边都有一个形成一个角度。那每一个时钟之间，假如时钟，这是一个圆，时钟时针在这边，分针在这边的话，它形成一个。直线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就变成180度哈。来看180度，这样子写。那以后还会再教到，先只是给大家提一下。那我们角有锐角，像这种是锐角，这个是直角。这我们来写一下哈，锐角哈，这是直角。直角，这是钝角。以后在未来都会学到的。讲一遍，锐角、直角正好垂直叫直角，钝角哈，钝角就超过直角的角度叫做钝角。那黑板呢？黑板的四个角是直角还是锐角还是钝角？黑板有，你看。四个角都是直角哈，都是直角。风筝也有四个角度，这个是钝角，这是锐角啊。这边呢，超过90度的话，有没有超过90度？啊，这样看一看，没有超过90度就是锐角。这都本垒板有没有？这边这是锐角，这是钝角。钝角啊，然后直角，可以看到直角，这也是直角啊，这都角度。三角的饭团呢，啊，三角等腰，正三角形可以看到，正三角形有没有三个角啊？边长相等，角度也相等啊，等腰三角形，这叫等腰三角形，这都是角度啊，可以看到有哪一些有角度了。那我们来认识角的时候，怎样画出一个角度呢？他这边就教授你说，我们先在这边先点上一个点，画一个点，然后拿直尺画一条线，好，这边有一条线画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拿直尺转一个角度，任意一个角度画出另外一条线，这样子有没有看到？我这样子。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画出一个角度的角度了哈？那你可以看，在这角的这边，这个叫做顶点，这个边边呢，我们叫边，这个边，所以一个角度都会有两个边形成，加上一个顶点哈，所以一个角有一个顶点。两个边，这要记下来哦，哈，这一个角很容易知道，一个顶点，两个边，啊，那我们可以看直角，刚刚有讲过直角哈，直角基本上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，直角我们怎么去定义呢？直角就是垂直的角啊，垂直的角叫直角，那我们怎么样去标示呢？用这个符号。有没有哈？把它这边这样子画起来哈，这样子，这都是直角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直角，这也是直角。有没有看到四个角都是直角哈？那直尺的话，哪边是直角？直角三角板哪一个是直角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用这个地方来去测量直角。啊，测量，那这边呢？
我们的直尺呢，这个地方也是直角，这个地方也是直角，这地方也是直角，这地方也是直角。窗户呢，直角有很多个地方哈，四个角落都是直角，对不对？还有玻璃这边也都可以形成直角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都可以形成直角啊，每一个地方都，很多地方都可以形成直角啊。书本呢也是四个角落是直角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要认识角度。好，我们来看认识角度哈。下面的角比直角大还是比直角小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角度是比直角大还是比直角小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拿一个直角三角板来测量，当它小于直角的时候，我们就讲这个角度比直角要小。那这个角度呢，比直角要大还小？那一样，直角三角板放这边，结果呢，它还多出了这么多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个角度呢，比直角大。所以以后你们学到这边，这个叫做锐角，比直角小的我们叫锐角，比直角大的话我们叫钝角，钝角。比直角大的话，我们叫钝角，所以基本上要注意了哈，比直角大还是小，那就用直角三角板去测量。好，我们这边呢来看平面图形角含边长啊，我们看左边这个三角形有几个比直角大，有没有比直角大的？拿三角板来量一下，这样一量发现没有。有没有直角？没有，就是零个。有没有比直角的小？有，一、二、三都比直角要小，所以三个。三个比直角小，就三个锐角哈。那这一个左边这三角形呢，有几个比直角大？没有。左边有没有直角？有，在这边几个？一个。有几个角比直角小？这边都比直角小，有两个锐角。好，再看左边第三的，这个三角形有没有比直角大？有，这个角比直角大。你看三角板放下，放过来一侧，哦，这个角多出了，这边三角板一放，这边就知道这边比直角要来得大哈。所以一个角度比直角来的大啊，然后呢，有几个是直角？没有直角。有几个是比直角小？这两个比直角小哈，我把它圈起来。这两个比直角要小，所以就是两个。所以呢，下面有两个四边形，有一个是正方形，有一个不是正方形。请把正方形的打圈，不是正方形的打勾哈。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这图面上这一个角呢，我们这个角是因为图面有点变形了哈，所以这个角度这个四个是直角，在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像，但是从原来的那个这个是直角，所以这个是四个都正方形，所以这个这个应该是要打圈。这个要打圈哈，这个打圈，这个呢，这个它不是直角哈，因为图形有点变了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这样讲，这边这不是。